息总算过去，天空微露淡蓝的晴，我在早晨清新的阳光里看着当时写的日记，原来爱曾给我美丽心情，像一面深邃的风景。来，琪琪，来这边，这边来，来上。哎，就来做副站了。你看现在他这个烟哈，就是烟丝特别多。嗯，是我抽烟了，他还是那个呢。前两天不是让吃那个兔宝？嗯，我现在是每天给他加2粒。这个烟还是青光烟，眼睛有点萎缩了。眼睛有点萎缩了。嗯，好了好了。那咱做个复查，检查一下吧。中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激动了。来擦擦烟。有点萎缩是吧？嗯、烟球萎缩了是吧？对，烟球萎缩了。那咱要抽个血。中，这个抽个血检查的呢。好。好，不疼不疼。目前体检结果出来了，还是比较健康的，就是我们查的血常规，你看看，白细胞正常，红细胞正常，血小板正常，都没事。然后其次查肝功、肾功等等正常，然后其次就是身体没事，就是内脏，然后包括血象都没事，但是他这个眼睛还是比较麻烦，因为他这个也是这个病的这个后遗症。造成了他这个青光眼药之后眼睛发炎，然后角膜溃疡，他也这些问题。嗯，然后角膜溃疡它会造成感染，它就不停留那种脓性那种眼屎。对，现在这段时间我发现他眼周围那个黄色的那个，对，脓性眼液，对，就是脓性的眼屎，就是还代表着感染。凸出来了，凸出来了之后它现在凹进去了，就歪，眼球萎缩了。萎缩了之后它的各项功能，就是包括泪液的分泌啊，还有包括这个视网膜啊，还有这个角膜的这些血供啊，都会差，然后都会造成这种情况。那如果说就是他眼球再发展到后期的话，会成啥样？他要么就是整个萎缩进去，要么眼球全部萎缩，或者就是他要感染严重的话，他溃烂。啊，真严重啊！到那时候可能就要眼球摘掉，就是防止他往后感染，就可能影响到大脑啊这些。那就是说现在就是如果说滴眼药的话，只能说就是暂缓这个。对，暂缓这个情况，但是具体它发展到哪一步，多长时间发展到哪一步，这都不好说的。就是说眼球现在，最后的方法你说就是眼球摘除。对，你要控制感染的最好办法就眼球摘除。但目前的话，他你要想就是尝试着包手治疗的，我还是接着。那我先那个眼药了，然后药先用上。对，眼药时候就还是不能停，然后该加眼药了，给他我给你写几个眼药，好好好，先包手治疗吧。嗯，中。嗯，行，这些东西管好都不错了。是，这目前胖了好事儿，然后那个要控制好体重，不要过胖，然后肝功肾功没事，血象正常，证明这个身体基本上是健康，但是这个眼睛是这个药物的还有这个副作用，我这没办法。行吧，好，这次咱们乐乐突发期间生病啊，也是让我特别的警惕，算一下日子，也到了咱们西西到院复查的日子，所以说我也是带西西来到医院，给他做了一个全身的检查，检查结果啊还是非常令人满意的，张医生也是夸咱们的西西现在也是胖了点，但是呢还是提醒我要注意控制他的体重，肝肾功能还有血液都没有问题，但是现在又出现了新的问题，就是咱们西西的眼睛，其实小柳原田综合症这个病症最早的症状就是眼睛，因为当时去年咱们去郑州的时候，就是因为西西眼睛看不到了嘛，现在眼睛的问题可能又严重了一点，就是已经开始慢慢的萎缩了，现在张医生也是提醒我说，眼睛如果说萎缩特别严重的话，可能会导致炎症溃烂，而且最严重的可能会往后发展到脑部，他告诉我说，如果说发展时间久以后，西西的眼球是必须要摘除的，也是怕有别的影响，
现在我也是特别的纠结。现在这段时间也确实是多事之秋，很多的事情，所以说我暂时的就先保守治疗吧。咱们每天多给西西点一点眼药水，然后再仔细观察一下。我希望呢，西西也是能够健健康康的。是那个人陪我一程却陪不了一生，你是别人的风景，为何要淋湿我的眼睛？我不后悔遇见你，所有的遗憾都放在心里，我没有成为你的偏爱，你却成了我爱而不爱。